人狠话不多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子，老铁们，今天我准备了几个什么？几个牛蹄儿，咱们今天做一个牛蹄儿吃。废话不多说，有请我的四个牛蹄儿。Hello。好，老铁们，废话不能说，咱们先把牛蹄儿烤一下，处理一下先。老板已经处理过了，咱们再稍微处理一下。好了，嗯，你看老板弄的还挺干净。嗯，我看刚才看了一下，确实弄的挺不错的。其实鞋也卸了，您洗洗再去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我稍微给大家洗。那个，好嘞。老铁们，咱们把牛蹄啊，从中间给它劈开。这是能看见，我看见。那这儿我看能开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扶着。这要使这个锅，咱炖不开啊。我捅了，我试试来。行，拿回去捅来，咱试试。那捅不行啊。试一下。试一下不行，一看就不行。多少多少试。不行，这炸这没。那用不用不行，使咱大锅看看。对，你看看能放开吧。这个锅应该没问题。没问题。来，把它都洗。你看，好吧。对，咱把它绑过去洗。洗洗洗洗洗。这水不行，不够。再接。接。加入去腥三剑客，葱姜。然后咱们今天加白酒，因为这个牛蹄味儿比较重，所以说咱们加点白酒。大哥，你急不急呀？急呀！我操，太火了！嗯，开火！先敲的9:41。好了，现在牛蹄已经烧好，我们给它捞出，完了以后清洗一下。锅中重新加水，加入葱姜，来罐啤酒。锅中加盐、白糖、鸡精、生抽、老抽、豆瓣酱、蚝油，再加入两个卤肉包。开火，开火以后啊，盖上锅盖，咱们炖上一个半小时。哇，出锅了，老铁们，哇，好香啊！咱们现在把关上火，咱们把它捞出来。这大牛蹄子。一人一个，啥？手铐，还藏一个，我藏一个呗。哎呀，看着挺得，我弄了个料汁。哦，好了，料汁。行，还拿小碗来。啊，一人拿小碗也行，到点自个儿蘸着吃。你里边放芥末了没？没放芥末。哎，有芥末呗，咱不是调芥末行吗？行了，你放这边，我吃不了。你吃不了，你吃不了，你喊什么？真是。再拿一会儿，再拿一会儿，再拿一会儿，再拿个刀出来。来，大成，哇塞！这皮筋啊！我先拿副皮筋。你自己自己动手，我也拿一个皮筋儿。你把那个刀拿过来。我要拿，我要拿皮筋儿。嗯。看在这儿。你给我拿一块不行吗？来。嗯。
真过瘾。皮筋儿。啊，这都过瘾啊！你还是你会吃啊！我咋这样搞啊？啊，这样才过瘾呢！你点点吃多多没劲啊！嗯，昨天没那个是那个味儿的啊，吃着没那个味儿，我有股那牛腥味儿挺大。牛蹄子嘛，没牛味儿。你抓住。真得比猪吃的多了。那是。个头搁那摆着呢。那有点火小。我们吃猪。我们吃猪辣子。啊？我们吃猪辣子。嗯。但我吃的料汁辣，我说是我说有多辣，我觉得挺好，还行，蘸点料汁我觉得挺香。先把这吃了。哇，还这玩意儿。拿比我那盒大点牛皮啊，这是哇，太爽了，赶着爽。不如那么点儿，哇，太过瘾了是吧？太得劲儿了。嗯啊，我已经吃撑了，都没了，你还吃什么呢？就你吃的多，吃的好，行了，今天都吃的给了，咱们视频就结束了。好了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喜欢我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这也得给你一把。